这些人都疯了，拦都拦不住。报警！报警！已经把警察正在处理，保姆在做笔录。他能替你保留下来的，也就那点东西了。 江湖，暂时先离开这里吧。后续的拍卖、债务清算，包括这个房子的处理，都交给我好吗？高毅，还有高毅，我要去找高毅，让他帮我想想办法。以后不用再去找高毅了。 新安贷就是他介绍给你爸的。你说什么？那时候他在香港丽都旗下的天意投资部任职，他把新安贷介绍给你爸，其中收取了多少佣金，你可以想象。但这不是最重要。就在省规出事前，丽都天意把投在新安贷的钱全部撤了。 绝对不可能，高毅不会做这种事。